八局的下半两出局之后，轮到是第七棒的黑豆叶竹轩。这个球在游击方向，哎呦，游击手没有接到，发生失误啦！哇，这个球等在那边呢，结果弹开来了。林中南在守备部分发生了失误，今天两边的游击手都各有一次失误的发生，现在防护员要上来关心一下，南哥有没有怎么样？这个我可以看到，在要接球之前的第二个弹跳，感觉上是刚好打在那个草皮跟红土的一个交界点，致使于他接着下来那个弹跳的速度有点加得更快了。